记者邱巧珍台北报道。绿色、紫色、蓝色、巧克力黑，你能想象茶上这些颜色在嘴唇上吗？ Balmain 时尚创意总监 Olivier Rochin 这样做了。高级时尚品牌 Balmain 时尚创意总监 Olivier Rochin 与巴黎莱雅跨界合作的 L Olivier Rochin 和 Balmain 将品牌的经典思维与创意带入巴黎莱雅唇膏，首次合作的联名彩妆共有三大系列，12款色彩前卫的雾面唇膏，创作灵感源自 Balmain 当代时尚精神的三大伸展台主题。单茶超有个性，当然也可以拿来调色，重点是开价的价格，却有不输专柜的质感包装。每系列各有四款唇膏颜色，并拥有不同的原石代表色，象征不同的女性特质。祖母绿大理石包装的野性风潮系列，再唤醒女性深藏不露的狂野本性与性感魅力。纯黑玛瑙的时尚定制系列，再赞颂 Balmain 具历史性的时装缘起，向其绝代风华致敬。孔雀石的叛逆摇滚系列，强调放胆追逐，无所畏惧。 Balmain 时尚创意总监 Olivier Rochin 率领12位名模气势诠释联名唇膏。巴黎莱雅提供野性风潮系列，包含直觉创造裸色唇彩，全新主流的干燥流沙色女战士。影片取自 YouTube， 如遭一出镜请见谅。